美术课上，男孩纸不小心打翻了墨水，结果用袖子一顿乱擦，竟无意间画出了一幅山水画。美术老师看了后都惊掉了上板。男孩的作品不仅得了奖，就连女神都成了他的小迷妹。他叫阿芳，是个比欧皇还幸运的男人。英语考试时，他仅凭抛橡皮擦居然也能考到第一名。面对如此荒诞的命运，阿芳想要抗争，于是在数学考试时，阿芳选择交白卷。可没想到，本次考试只有一个同学看出老师出错了题，这个同学就是阿芳。命运再次捉弄了阿芳，他觉得这下运气总该用完了，长大应该就正常了。可在他22岁那年，阿芳随手买的一张彩票居然又中了一个小目标。工作时客户更是抢着给他送钱，还不满意，再加4套全款。下雨天别人都打不到车，可阿芳一摆手，面前瞬间停满了车。这种荒唐的人生让阿芳忍无可忍，于是他对着身边的朋友一顿痛骂。可没想到朋友听后却夸他好真实，这是阿芳更受大家欢迎，阿芳彻底崩溃了。他对着老天爷破口大骂，有本事就劈死他。可闪电并没有劈中他，反而替他抓到一个小偷，吃瓜群众纷纷点赞，这下阿芳又成了大英雄。阿芳很苦恼啊，于是他决定来到寺庙剃度出家。听完阿芳的遭遇后，和尚那叫一个嫉妒。就在和尚要了却他的心愿时，一个方丈出现了。你干什么？你为何阻拦我？你为何阻拦我？让我留了这个心愿吧。施主，让老衲给你指条明路，并非所有坏事都如你所想的简单。上课，起立。原来阿芳只是做了一场梦。这小孩实在太自恋了，班花只是回眸一笑，男孩就已经想好了他们孩子的名字。为了追到班花，阿芳决定送一盒油画棒，可一掏兜，哎，钱不够。于是阿芳翻出珍藏多年的卡片，低价卖给了其他同学。好不容易凑够钱，可来到小卖部却发现，哎，油画棒已经卖完了。阿芳很失落，但让他更难受的还得是接下来的一幕。还没尝到爱情的滋味，就已经尝到了爱情的苦。就在阿芳发呆时，一个足球突然砸中了他。阿芳一抬头，原来是隔壁的班花。阿芳又心动了，他开始幻想自己在足球场上的出色表现，成功俘获了班花的芳心。可是踢足球需要一双足球鞋，阿芳只能继续攒钱。别人吃饭啃大猪蹄子，阿芳却只吃馒头就白开水。回到家，阿芳更是包揽了所有家务。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钱总算攒够了。但万万没想到啊，球鞋也涨价了。阿芳失落地走在操场上，却又被足球砸中了。一转身，就又是袁华那小子。就在阿芳绝望时，又一个女神出现了。嗨，哎，糟糕，是心动的感觉。为了跟女神一起玩，阿芳决定攒钱买辆滑板车。回到家，她翻出了所有玩具，然后又低价卖给了同学。这下钱终于攒够了，滑板车也没有涨价。阿芳觉得自己又行了。她在女神出没时故意耍帅，女神也向她招了招手。可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个圆滑，阿芳彻底崩溃了。刚睡醒的阿芳发现班上的阿梅是如此的漂亮，于是阿芳鼓足勇气表白。阿梅开心的笑了，可再一睁眼，阿梅竟然变成了胖妹妹。阿芳急忙追出教室，却看到阿梅被父亲接走了。阿芳想打电话告白，可电话却被父亲一把夺了过去，爱情的萌芽再次被扼杀。阿梅的父亲也警告他，让他不要再打他女儿的主意，可阿芳没有放弃。20岁那年，阿芳约阿梅去看电影，他伸出小手试探，阿梅也没有拒绝。两人幻想着更进一步发展，阿梅害羞的闭上眼，阿芳也凑了上去。转眼到了24岁，两人在朋友的祝福下决定再次尝试。阿芳有些紧张，好在这次没人再打扰他们。然而再一睁眼，居然又是阿梅的老父亲。26岁，阿芳事业有成，他拿出了所有房产证跟存折。坏小子，你以为这些重要吗？传走，我们走。不，你呢？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。阿芳又失败了，但回想起跟女生的点点滴滴，阿芳并不想放弃。于是在一个下雨天，阿芳决定拿出自己的诚意。阿梅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请你嫁给我，这是我爱你的表示。住手！福音传统，我们走。不对，你走。但在阿芳的不断坚持下，阿梅的父亲终于被打动了。如果再给你重来一次的机会，你是否也会像阿芳一样选择坚持呢？